的这一面世博心愿墙面前，这上面呢贴满了大家对2010新年的祝福以及对世博会的衷心祝愿。我们来抽取几条念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抽这一条啊，我来看一下。哎呀，这个身体健康啊，数钱数到手发酸啊，希望嫁一个爱我的老公。然后今天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上海的主持人主持这样一台晚会，尤其非常高兴的看到曹可凡和王冠。不过呢，跟曹可凡要提一个意见，您越来越胖了，我们家的电视机显得越来越少了，这个您看怎么办呢？这个还有人说这个都看不到王冠了，你看到我了吗？我在这儿呢。对啊，其实这不公平，你知道我跟王冠吃的一样多，可是呢我吃的全留下了，他没留下的。对啊，真的是我这位观众啊提醒了我，曹老师，我早就想跟您说了、您看您站在我身边吧，这个尺寸跟我这尺寸，所以我真的希望你，我们俩吃的一样多，但我实在不吸收，能不能你明年减减肥？这样的话我们的电视机我们的比例就不会失调了。这什么话，您看我们俩站在一块正好一个成语吗？那叫重男轻女啊。好吧，不过还是应该减肥啊。所以我的新年的愿望就是希望跟王冠有一个非常合适的比例、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其他的吗？好，我们再来看一看这边吧。哎，好，这一位其实很简单，他说真的很想家。从字面上看呢，我估计应该是在上海的求学的一个学生，或者是在上海打拼的一个新上海人。我觉得不管怎样，千里之外的家人一定会听到你温暖的声音。我也希望你来到上海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们上海会敞开怀抱欢迎你，也希望2010年你可以带着你的家人来到上海参观世博会。哎，今天在我们的身边呢还有一位我们的外国友人啊，您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。我叫 Maxim， 我是澳大利亚人。啊，您到上海有多久了？三年半。啊，您对上海什么样的印象？我很喜欢上海啊，我跟上海人结婚了。您跟上海人结婚了是吧？那怎么生出了孩子还是像老外？哎，混血宝宝。对着镜头笑一笑、Hello， 你好。说 Happy New Year， 哎呦，他翻白眼儿。来跟我们说 Happy New Year。他还在磨牙齿呢。这孩子，我才不说呢。那希望你在上海可以过得快乐，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有什么样的新年祝福吗？就是我要明年很快乐，我要我老婆生，还要一个孩子，还要生第二个孩子是吧？世博宝宝，期待一下吧。对啊，希望这个2010年到来的时候啊，朋友，要一个弟弟或者是一个妹妹，可以一起玩是吧？有个伴儿。所以到了这个2010年，希望你们这个全家，还有你这个澳大利亚的亲戚朋友、叔叔伯伯啊，这个大姨姑姑全到上海来玩。好吗？这曹老师机票您负责吗？这个我买单，王冠请客。好吧，欢迎你们，上海欢迎你们。好了，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来进一段广告。广告之后呢，不仅会有何润东、彭佳慧的精彩表演，还会有更多的重磅明星在我们的舞台上一一亮相。更关键的是，2010年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到时候呢，我们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倒计时的启动装置，为大家呈现2010年零点到来的瞬间。广告之后再回来。